已知三角形 ABC 中线段 AB 等于5，线段 AC 等于8，地为线段 BC 上一点且线段 I 为角 BAC 的角平分线。若向量 I 等于阿法向量 AB 加贝塔向量 AC， 是求数对阿法、贝塔。因为线段 AD 为角 BAC 的角平分线，所以线段 BD 比线段 DC 等于线段 AB 比线段 AC 等于5:8。因此我们可以经由分点公式知道向量 AD 等于13/8向量 AB 加13/5向量 AC， 所以阿法、贝塔等于13/8、13/5。